第二题是题组。 图一表示完全相同的甲乙两灯泡与电压为 V 的电池串联的电路装置，在电路上标示 AB 两点。若在 AB 两点间连接一条导线，如图二所示，且电路中导线的电阻值很小，均可忽略，则比较连接磁导线前后的状况。我们来回答一到二题的问题，叙述何者最适当。第一题是我们说，在连接磁导线前后。 我们来比较甲乙两灯泡亮度是否有变化。我们看到我们这边连接了导线之后，我们的甲就变成所谓的短路，那么短路甲就不会亮。当甲不会亮等于不存在之后，这整个装置的电阻就会变小。那么电压一样的情况下，电阻变小，电流就会变大，所以乙灯泡就会变得比较亮。 因此，第一题问我们说，我们来比较甲乙两灯泡亮度是否有变化。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甲不亮，乙变亮。